九份地上一颗颗高丽菜已经成熟，每一颗都比人的头还要大。几条偌济？三十个。啊，加几条偌济？十块。又壮又大的高丽菜，通通只要10元。民众想办法把货车斗、麻布袋都装满，要把高丽菜带回家。回家来，就是准备要做啥？一次买20颗以上，民众直呼很划算，因为高丽菜生产过剩，产地价每公斤只剩下8.5元，请人工采收恐血本无归，农民干脆开放自采。现在采差不多1/3地而已，采完就没有了。高丽菜价格崩跌，农民想办法自救，也有大卖场响应推出买凤梨送高丽菜的活动，特价59，然后又送一颗高丽菜。7.2万颗高丽菜送完为止，有便宜可抢，民众听到消息赶来抢购。这还不错啊，因为现在物价都很高，但是如果买水果送高丽菜，也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。其实买凤梨再送高丽菜，就等于买一送一，是还不错了。物价飙涨，相对于蛋价，高丽菜难得便宜，但在市场采买还要另外花钱，买凤梨送高丽菜、水果、蔬菜，一次满足。这中部综合报道。海皇鲍鱼干贝 XO 酱，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跟秘制的独家配方，还有富含胶原蛋白，还有黏多糖、低脂肪的高蛋白，肉质鲜嫩 ，EPA 跟 DHA 的含量更是丰富。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，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CTI74 享有折扣。